力拼新南向拓展商机。台湾30多间家具业者近期兵分二路，奔赴大马、新加坡参加国际家具展，透过参展实际互动，展示宝岛兼具实用和创意的家具及家饰用品。其中由台湾厂商研发的透气感温冰床，目前多外销对岸德国与韩国，强调采用美国科技的高密度感温棉制造，格外适合东南亚炎热气候，买家询问度高。很多的厂商在印尼、在马来西亚都有设厂，而且最重要的是东协现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，所以他们也希望能够来这边推动销售。东协有6亿多的人口，来作为我们这个台湾厂商进军东协的一个基础。新南向的政策能够在东南亚发光发亮，因为我们这也是全球唯一冰床，然后又透气的冰床，这个是全世界没有一个品牌所没有的。另外，像是由意大利名家设计的精品家具、高雅实用的配套厨具，以及台湾大厂生产的滑轨、铰链、导轨，由于品质精良，也成为这次展场的一大亮点。